我现在准备去过安检。嗨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台北的机场捷运，现在我们进入了圆山大饭店。而且开的速度飞快。这所有窗户都不一样的，这是台北算是最像样一点的街道了。这里是永康商圈，故宫文化。下面看到的是大安森林公园，这里有很多的飞鸟和萤火虫。这是一家三口，还骑着摩托车，所以这是台北市的一个景儿。这里是观光夜市，虽然没到夜晚，但是呢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美食的摊位的。台北的世贸中心，商圈五中，信义商圈，这里是百货公司聚集的地方。这里能看到不少的 taxi 了，这也是应该是他们的商业区，所以呢出租车还比较多，建筑还比较时髦，比较现代，这样呢看起来还像一个现代化的城市。这个是一个他们的转运枢纽，是个捷运市府站。中华民国长春圣县，这是个捷运市政府站，市府转运站，是台北前往基隆、新竹、台中等地的公路运输转运站。一堆摩托车，哇，一堆摩托车过来了。坐了这个旅游车上啊，也没有人，就我们两个人。这是二楼，后面有人，很过瘾。后面有一个的，然后就是一路红线和黄线一路啊，走了，后面两个。阿山创维嘉山。Light from large windows and the dome ceilings. 到了，好，我们到站了。好，我们到了西门町步行街。呀，这还挺热闹的啊！西门町步行街，我们在里步行一下。这个步行街里居然经常有车出没，不知道搞什么鬼。海螺呀！哇，这里水果真多。